我进来了。前往这些坐标点，他们会领你进入大本营的其他区域。我在这个房间里发现有一处有趣的能量。这副面罩。有空的话可以调查一下。等等，你前面有一个技能。可惜我没那东西。不过用这副面罩可以控制一名保卫者来替我这么做。这毕竟是隐秘行动 ，Nova， 可以不要那么鲁莽吗？嗯。Nova， 有一架真。 这是保安室的位置，祝你好运，诺瓦。我会用上它的。这些声纳无人机都配备了 EMP 技术，千万不要被他们发现，诺瓦。别开玩笑。好了，其中一个控制面板已重设，现在该去找另一个了。戴维斯的部队之前一直在这片区域进行高级武器测试。 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东西，如何？还等什么？这里的军事研究部门真是资金充裕啊！我的扫描器显示，他们在这些位置点可能储藏有未知设备。那必须得瞧瞧。我不想杀他，但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丧失战斗力。 在目前的情况下，这么做是最好的。他还在底，他昏过去了。 Rego， 你赶紧派人救他一下。没问题，现在你该专心对付 Davis 了。